说最近都很火的宫斗游戏，玩了一下给大家出个评测，大家千万别去下载，不过是个3维的开放式手游，上线先给你捏脸，都是一个路子，送一堆普通时装，没什么经验的。更烧脑的是，昨天我好不容易升到2品贵妃，因为小错误被贬回宫女。更烦人的，一堆男人争风吃醋。哈哈哈，一夜奋战，终于坐上皇后宝座了。